这几天中华队听障选手的优秀表现，教练功不可没。而接下来这一则报道，就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些成功运动员的幕后推手。拿下男子团体赛冠军的那一刻，场边的教练黄美珍也高兴地跳起来。曾连续十年当选国手的黄美珍，会接下听到桌球教练，是因为削球王子温志炫就读他服务的高师大。而第一次带听障球员，刚开始沟通很辛苦，但相处到最后却像是一家人，像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。那有时候比较兼顾他们的一些生活上啊，给他们多一点帮助，用心关怀选手，用成绩回报。现在拿到了金牌，一切辛苦都有代价。要感谢三位教练对我的指导。台北听奥中华队第一面金牌得主陈义军，一拿到牌，首先就感谢教练的指导，而其中总教练邱共征功不可没。我们应该怎么去带他们，去指导他们，然后进而能协助他们。邱共征就是训练出雅典奥运跆拳金牌朱慕炎的启蒙教练，同样一套训练标准也用在这一群听奥小将的身上，并没有因为选手有听力障碍就放松训练。而这一次跆拳道七人参赛，就拿到了两金两银一铜的亮眼成绩，看来严师真的出高徒。而自由车教练狄茂昌和选手郑怀的相处模式又不太一样，教练会跟着郑怀学手语，会带着他到处南征北讨，让原本害羞的郑怀变得好开朗。我喜欢平凡，比较低调，不爱出风头。他本来就听不到，骑自由车的过程当中呢，哦，可以跟人贴近。我想他也可以从这自由车运动当中呢，去肯定他自己，哦，其实他的视野更宽，开阔视野，激发运动潜力。教练和选手们正在努力为台北听奥打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